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龚家庄村啊，有一户人家，他这有一个大棚，来参观参观他家的花吧。这都是你家种的是吧？经营着各种这个花卉。还有那个美国冬青，就是越上冬越漂亮。哦。这叫什么花啊？这个黄色的也挺好看的啊、哦。那个叫、哦、那个叫金雀。金雀，这个是杜鹃。长寿乐海棠。海棠，对，海棠啊。海棠，海棠，苹果，什么都有啊。哦。梨桃李子杏子都有。你像你们有地儿种的话，你像我那杏树，你都七八年的了。哦。结了一树的果，现在拿回去今年就能吃上。哦，那我们没地方种了。没院子，没办法。对，没地方种了。看看您家的花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个小花房，进来看看。这我不是植物，我就不能介绍了，只能看，大家看啊。这好像就是那种仙人掌之类的那种啊，带刺儿的。这小温室里还是挺热的呢。这橡皮树，映山红，这是杜鹃，这花也挺好看的。这种都没试过，这个小花盆，这个花全开了，倒蛮好看。这么多的花盆儿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温室啊。哦，这一满树红，这是什么？海棠吗？映山红。映山红啊，老板，这是干这行当多少年了？我专业的搞了十来年了啊，专业搞了十来年了，现在不专业了，不专业了。像你们退休了以后啊，你没看我出海了，给他看的够呛。你看哦，你还出海啊？我都带他们出海啊，带他们出海啊。明天就不在家。哦，这是金蛋子，金蛋子是观赏的，金豆，金蛋子啊，那是金豆，这是金豆啊。怎么样？这是现在最名贵的两种盆景啊。哦，怎么样？生意好吗？还可以吧。还这么多花呢。我的生意肯定不如以前，因为我一般不在家。不在家哦，你现在注意力放在海边了，海上生意了。那没办法。是海蛎子吗？我不用海蛎子，我们打鱼。打鱼啊？哦，打鱼可能收益更高一些哦。嗯，对。这个弄个零花钱可以啊，你这不赚钱的、这个。不赚钱啊？这个花也挺好看，这是茶花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啊，那个品种是非常好，但是我管理的不好。管理的不好，你顾不上了你。对。这一棵能开各种各样的。你雇不雇人啊？这个肯定不雇人、啊、不雇人，雇我过来给你干干。雇人你干不了，干不了是吧？这是看来比较难干的哦。这个我回来专业搞的话，有一个人好，两个就行了，人多了没用。人多还没用，对。全部都是机械化的，那就弄个人拔个草啥的看看。哦。反正我在家的话，这个活我差不多我自己干。浇水咋浇啊？这么热。喷抽水机。哦。你那长花多少钱一棵？茶花现在多少钱就别问了吧，现在不是卖它的时候了，过了，对，过季了，没必要卖，你像啥呀、啊？对，品种啊倒是确实好，那也许有人要买呢。哎，有人们来买，反正我是实话跟他说，现在不像个东西了，你要怎么也卖。对，卖多少钱？桂花就不错，你看买什么样的？看个品种，你看啊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我得给你看，这个干了，都烂糊了，还得浇水。你像这一棵正儿八经管理好，这得靠不小两千这棵。哦，那个贵。桂花贵，它开好了以后这么老大个了，这么厚。这是茶花高，你可以上网搜一下，这是最名贵、这是
这个也不便宜，这是金豆。金豆。嗯，金豆和金蛋子现在是最好的盆景。哦。那个是猕猴桃吗？啊，猕猴桃。猕猴桃。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你得买猕猴桃，别买这种的，这种淘汰了。你想要也可以啊，这个配公配母啊。现在咱有那个软导的，就是一颗就能接的。还有公母之分。今天天晴了，这棚子里都这么热。我都想淘汰了，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卖给你，也我便宜卖给你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你实在弄的好的，好管理的。但是没几个了。啊，这外面还这么多呢啊、哦！我这多了。我领着你。你这有多大空间啊？我前走一下看看，牡丹芍药都快开了。哦，还有牡丹芍药。那多了。哦，这些对。我这里面。哎呀，这还是玉子苗。啊，这是黑柿子苗。哦，柿子苗。黑柿子啊，对，这是黑宝石，小个的，还有大个的，我分开的。我这管子，大哥你小心点啊。我不踩管子。都不能踩了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这么大的花八骨朵？这个牡丹吧？啊，这牡丹哦，很多都叫不上名字。对，你都叫不上名字，那我就更不用说 了。对，你还弄小个的，还把它。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我去年卖了以后，我种了两颗那个花王，我从大园子搬过来。这个是啥？这是漏斗。漏斗啊，漏斗。哟，这是个蓝色的呗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叫漏斗。漏斗，它冬天也可以种院子里，各种各样都有。冻不死啊？冻不死。15一盆。牡丹开的时候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，买好以后拍个照片，我到时候发微信的时候你们过来拿苗。现在你拿回去啊，1%吧，50%活不了，就是活了它也不开花。哦，它不是季节。对，明年才能行是吧。我大叔来买了50-60棵。栽到地里的是吧？全是种地里的。就刚才你看那时候。啥时候能移啊？就是阳历的10月。10月份来移。10月1号啊。哦，10月1号。但是你刚才看那个芍药。那个你拿回去直接栽地里就行，就那么连那个袋儿栽地里，哪一年你想拿走拔上拿走就行，什么也不用动。哦，你像这样子不行。你这总共这个玉花的有多大面积啊？这一片都是我的，我那边还有好几亩地呢。是吧？这个有多个品种你知道吗？我原先光茶花和月季每一个品种就是170多个品种，就是每一种170多个。哦呦喂！牡丹我都分不清，现在不多了。现在不多了。啊，我不知道。对，都不知道的，搞不清楚了。白的、粉的、彩的、蓝的，这是苹果。那平常找你怎么找啊？就是直接到这边来。封海以后 啊，一般的我都在家。哦，封海以后，5月1号就封海了吧？啊，对。出海的话，你找就不好找了。这种是桑葚，就是大果好吃的。哦。但是今年果肯定长不大，你看我这都种到盆里，它没营养。你过哪个盆里了？啊，它这个花房的位置呢，就是在。公家庄啊，这个零售什么集市这个地方啊，它的后门这条路驼路过来就是啊，这边有个高层，这个高层的西面，然后在前面呢，这北面呢就是公家庄啊，这个它的党群服务中心啊，这位置吧。